必然很炫，果真我的记忆力是不错的。所以上一集那个柴犬儿是没有讲过嘛？哦，田纳西这边好像都有一个重点哦，小天鹅。这只我也是对它完全没有印象，那这只应该也是没有跟你提过。嗯，那这就是我们小天鹅的部分。嗯，所以我们再顺便做一些，是做一些给你们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啊，这边有一些签到奖啊。嗯，好，那其实我昨天其实有弄了，然后我现在卡在这边，然后其实我现在就是一直在这边卡就好了，就是一直在这边练了，一直在这边练，然后练到三星的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了哈。所以就在这边练就可以了，该来玩的游戏啊。好，开始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边你可以看他们聊天的样子。哎，我自己也没有聊天。有了。Okay.